刹那间有的不是永恒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抓的是真的永恒，是不是？你人生中不是烟火，是一直发光发热，发光发热，那比烟火还精彩，多好！别人看到你就喜欢，是不是？那是别人天天开到你这里来看烟火，看你发光发热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天天就是国庆日去看烟火，也许吧，先生想要看，你要圆融的起见还是得赔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人生也是蛮难的，是不是？都要面面俱到，也是蛮难的。但是这就是人生，对不对？所以赢得什么？赢得永恒，对不对？永恒的所有的东西，好，让你真的摸得到、看得着，全部在你的视线范围内的掌控，才是你的，才是你的一个边儿，是不是？因为有多少人觉得，哎呀，大好江山将是我的，就最后什么都不是，也大有人在啊，是不是？那如何会得到？顺天则生，逆天则亡。你顺天，我跟你讲，天给你的东西，真的，以前你是跑着去追钱，现在是钱用跑着来追你，你就舒服了。为什么呢？天地的爱，是不是？天地爱滋润谁？滋润有德之士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这样？所以我刚不在讲吗？不管是农作物，还是今天哪一棵果树，是不是？当有天地的爱灌注在它的这个植物体上的时候，那真的是果实累累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怎么今年没有施肥，好像也很好长，为什么？天地的祝福，是吧？你说明年后年天地没有祝福，平常亏心事做多了，缺德事做多了，你就算这个杀虫除草是吧？释放肥料，再多再好，哎，你可能那一批水果不甜就不甜，或不丰收就不丰收，是吧？甚至于根本连收的时间点都没有，会不会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讲起来天方夜谭吗？你觉得是天方夜谭，是因为你涉世未深，你看的还不多。当你看多了，你真的会笃信我讲的这一切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不是春联，这不是春联，这是真的。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是吧？你说这什么？这古训，我告诉你。你要能够真的把这所有东西变得这么顺，里面如果没有德来做滑润液，很难。你说德到在哪里看不到？哎，这东西就这么抽象，真的很抽象。但是你做就有。你说在哪里？在那里，看到吗？有存款存折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。那你说那到底怎样？做就对了，不用问太多。你说是不是？